这金木水火土不能相配，则险象丛生，山峰地裂，海水枯干。一尺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，人人不能得其生存。设若人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，则寸步难行，眼不能看，耳不能听，口不能言，总之全身不能动作。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。此乃天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。